为了国王的荣誉。勇敢的前进吧，朋友。你好，为了联盟。需要帮助吗？旅途平安。请立刻前往暗影大厅，走进荣耀杂货店，对红发 Jack 说一句渡鸦有请，他就会给你指路的。来吧，小心别被跟踪了，无眠者的眼线都盯着你呢。你有什么事吗？过会儿见。你想要点什么？为了联盟。我能为你做点什么？你好啊，最后一位成员也到了，欢迎上船。别担心，他们的关系我们谈谈吧。我很高兴你响应了我们的召唤，有关邀请你加入的事我们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。你来的正好，我们希望你能跻身我们的行列，接受这个邀请，你的疑问就将得到解答，你只需要坐下就行。明智的选择。我们是隐形者，无眠者的首领，我们会不择手段地保护艾泽拉斯的安全，并确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正当地位。这些行动都是绝对保密的，就像我们的头衔所显示的那样，我们更喜欢潜伏在暗影中。但破碎海滩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别无选择，我们没有时间遮遮掩掩的了。我们邀请你与我们平起平坐，因为我们相信你有能力直面这个威胁，并获得胜利。说吧。坐下吧。让我们来讨论一下细节。我注意到你了。我只忠于我自己。很高兴又多了一张新面孔，我早就受够泰瑟斯那个丑八怪了。我洗耳恭听。请别见怪，泰瑟斯。没事，只要你不污蔑我的脸就行。我听说过你不少事，哪怕只有一半是真的，
都超出我的想象了。暗影在召唤，一切都在。那个回击能表明你是我们中的一员，一定要随身带着它。就这些事儿吗？好好考虑一下你的选择。听我的，朋友，我保证让你得到足以匹配你实力的匕首。我就快找到一个追杀多年的敌人了，只要你帮把手，我们就能干掉他，拿到他的匕首。弑君者才是消灭燃烧军团的唯一希望，听我的吧。Odil， 莎拉，我们聊聊吧。后会有期。需要帮忙吗？小心那些阴影。我们能人所不能。后会有期。怎么了？你来得正好。我在听。后会有期。我们能人所不能，就这些事儿吗？怎么了？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抱歉，伙计们，看来我略胜一筹。我们来谈谈细节吧。药水能解决一切问题。小心，千万保重，在找到 Garona 之前，你只能靠自己了。我只要一踏进联盟的地盘，就会被认出来。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？
灵眼兄弟，我们光荣崛起的时候到了，快去夜色镇吧。艾本洛克姐妹已拿到无辜者的颅骨和鲜血，她在等你护送。愿军团指引你的道路，别忘了销毁这封信，我们必须保证万无一失。一切顺利，等银眼兄弟一到，我们就前往暴风城。我们是不可使徒许诺将给我们自由与尊严，我们绝不能失败。你别想捣乱，军团必将崛起。
什么事？不惜代价。很好，我们走，我会紧跟你的。好极了，是秀。出来，我没时间跟你们玩游戏。让开，秀！如果我们失手，暴风城就会化为火海。我们注意到了隐蔽之手的活动，在我们处理完问题之前，这城市就被封锁了。在事情解决之前，谁都不能通过这些大门，尤其是你们两个人。别多管闲事，半兽人。傲慢混蛋，为了找到那个使徒，我们得搞点动静，引开他们。对了，去贸易区找艾琳·提尔斯，他那儿有烟雾弹，只要把它扔到公共场所，卫兵们就必须行动了。在他们忙着调查骚乱时，我们就能搜集情报并采取行动，而不必担心遭遇大队援军了。在那之前，你得小心点，城里已经戒严，卫兵会当场格杀你。你好啊，为了国王的荣誉。
美妙的混乱，我们去掏卫兵的口袋吧。我敢打赌，里面一定有伪装的邪教徒。兄弟姐妹们，今晚在诸河少生见，使徒在等着我们。所以邪教徒正在诸河少生集会。我们走，这个使徒逃不了。那些老鼠就在里面，我们得撬开他们的嘴巴，搞清使徒的下落。想再破坏我们的计划了，杀了他们！很好，杀了你们就能让我在新教会里占据高位。助かりました。使徒呢？说。我不服从任何人。你们是扛力当车，军团必将淹没这世界。那好吧，倒要看看你怎么抵抗君王之灾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血管在燃烧！求你了，住
手！我什么都告诉你，快停下！使徒在哪儿？他躲在……快说！可怜虫要塞里，要塞守卫森严，我们得分头行动，至少要有一个人能活着找到使徒。时间不多了，快行动吧！援军立刻去要塞，他们就在这儿。封锁要塞，守住大门，我们得把国王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。蠢的兽人，你将首先见证军团降临我的城市。我早就在等这一天了，别再浪费时间了。Arinash, you are Monakun. Arinash, Bananari.他们来了。你太迟了，我见过他们赐予的美妙礼物，你根本不明。他们来了。哦，他们比我想象的还要美丽。你太迟了，他们来了。哦，他们看不见吗？你感受不到他们温暖的拥抱吗？不会失败，我的命运更不会夭折。烧死你！主人，很好，我们的任务完成了。我们无处带着弑君者来到这里，勾起了我那些黑暗的回忆。我花了几年时间试图摆脱这种冲动，
拿着这对匕首吧，你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个老练的刺客，或许你能够克服他们的黑暗力量。放下你们的武器，我们不是来跟你们战斗的。国王没有遇险，但我的人没能阻止这个邪教徒，而你们成功了，这至少让你们逃脱了牢狱之灾。走吧，在我改变主意之前离开我的城市。需要什么吗？大庭剑，我们还有事情要做呢。很高兴见到你。保重。健身就是赌博，我能为你做点什么？你是个惹人注目的家伙。时间就是金钱，朋友。我很高兴能帮上忙。我在听。我们的意志必将实现。我在听。就这些事儿吗？很高兴。诸位，诸位，我们来干一杯。今天这位勇士得到了传说中的弑君者，这给了我们直接打击燃烧军团的能力。请跟我一起举杯，欢迎我们的新晋隐形者，无冕者即将迎来新的纪元。干得漂亮。这酒好像有问题。不是。温德斯，他们说我死在死亡矿井了。蠢货，用神经毒素扰乱对手的感知，要伪装出死亡效果太容易了。你知道吗？原本我才是最后一位隐形者的候选人，可他们全都背弃了诺言，把赌注压在了你身上。真可惜 Jaragi 为我做了那么多，等他赶来却发现你死了，他一定很难过。看你能坚持多久。这无关私人感情，
这只是公事。来，让我看看大名鼎鼎的传奇斗士的本事。不，我那么拼命，绝不能被你这种人破坏。住手！住手！够了！啊，我的头！维丽软，你没事吧？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？Van Cleef， 无眠者还用得上你？你自己选吧，要么作为新晋隐形者的密探活下去，要么死。恶心，可我想活下去。就这么定了，祝贺你 ，Van Cleef 是我们最好的探子之一，你也已经亲眼见识过了。我相信你一定会遵守誓言的 ，Vanessa。我可不希望你父亲对你感到失望。或许其他人是对的。怎么了？我在听。后会有期。我迟早会报仇的，言语是无力的，少说话多做事。少说话多做事。哦哦哦，我没看错吧，新进的隐形者走进了我的地窖，真是难以置信。没看到我正忙着吗？快点回来！在爱情和交易里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。嘿嘿嘿嘿，我不想惹麻烦，哦，拿去吧。我的天，请讲吧，你帮我一把，我就出钱找人来帮你。有事吗？加油吧！哦嘿，你过去的时候顺便告诉伊迪，他只剩下3天的时间来还钱了。我可不是搞慈善的。欢迎你，朋友。嘿，你好啊，快点回来。